开咱两百万，对啊，我们班本土的本就是到正常时间，我们当然出去了，对啊，哦，我今日非常欢喜，带来了好干大的一块，各位来支持，欢喜舒华，我顺利当选，连胜利的金牌奖。我在地方所走动的，我当。
剪彩。我们也很纳闷啊，这么大的一个你开出的地方的证件敲锣打鼓，为什么你的剪彩竟然没有公开，不邀请我们地方的民众参与？为什么？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里面的教室都还没有完工，急着剪彩。为什么来？为选举而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出阿伯，出阿伯，你来剪彩，所以呢？我们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他是为了选举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就来剪彩，罔顾了所有师生的权利也就算了。张嘉泽昨天在议会质询，在询问我们县政府，你把一个停车场改为教室，你要不要申请？用地不符合，你要不要申请？执照又重新申请啊？有很多的空间，还有你的硬体的建筑物要重新评估啊？有没有评估？没有哎，竟然连申请都没有。当一个国家的元首，竟然为了选举罔顾所有未来要进驻师生的安全，从苍苍茫茫的就来剪彩，结果安全的设施全部都没有考量，这么可恶的行径竟然做得出来，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可耻。我在这里要跟蔡英文讲，你来地方选举，欢迎你来倾听地方民众的声音，但是可不可以不要罔顾南投人的乡亲的性命，不要罔顾所有中兴大学未来要进驻的安全问题，可以吗？你来地方可不可以关心一下地方的民众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为你的候选人宣传他好，好在哪里？好在哪里跟大家讲，但是不要自己关起门来罔顾我们的所有师生的安全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也要跟我的竞争对手，我要跟他喊话，中兴大学进驻，我们的中兴大学进驻中兴新村，是你极力开出的中兴新村的大支票，开出来之后能不能不要的这么的仓促，将来我们选后不论你在哪个单位，我希望你一起落实你对中兴新村的政见，我邀请你一起来关心新村，一起来督促中央发展中兴新村，不是每一次选举下来拢共的选前是南投人，选后又是台北人，所有南投县县长这几任历年来的提名，哪一个不是选举才回来，选后拍拍屁股走人，选前南投人，选后台北人。我的竞争对手，你可不可以这次你回来到南投实现你的抱负，如果未来你没有机会进入府县政府，你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南投的乡亲一起打拼？拜托你迈过我来南投的雄心细胞，最后又是留下在南投县民进党开出的空泛的选举支票，这不是我们要的。拜托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碰到我们的竞争对手要问他，酸酸烈老你南投吗？选后你会不会留在南投跟我们一起打拼，跟我们共创南投的未来，这是我们关心的。所以各位乡亲朋友，20年来何秀华在咱南投所行过的脚印，咱每一位乡亲士大在座者，我看到有很多是我为议员开始一路支持我到现在立委开始，也有很多是咱 OK 线新朋友，但是恁大家愿意站出来甲秀华斗相挺，就是因为恁相信何秀华将来在咱人民前馆长所打好这么好的基础，我绝对会认真打拼，我绝对会延续国民党在南投执政的政治生命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没有太多可以讲我的政见内容，但是我敢用心报告我的政见，包括各个乡镇的每一个乡镇的文宣，我都非常务实的透过每一个乡镇做记录，而且都发在我们各位你们的桌子上，你们的椅子上，让大家回去更加了解我对南投的未来的愿景。所以呢，这次我提出了有三大主轴、十大愿景。第一个，岭头发展，南投县我们的观光发展很好的资源，交通的建设，还有农业我们的主体，这个一定要带领南投全面发展。再来，我们要打造一个全龄宜居的南投县。南投县我们从小到老，到我们的学生，我们都有提出福
徐淑华，徐淑华，举起你的右手，张建成，张建成，举起你的双手，邓帅，邓帅，举起你的左手，徐。